这个不能要，不好吃，这个不好吃，这个哈、啊、不好吃。等我们家的无花果长了哈、啊，哎呀妈呀，不知道啥时候能长出来无花果，我们家哈。坐坐呀，我们跑人家停车场这坐坐，这挺好的哈。こんにちは。嗯，也在种水稻。こんにちは。不要紧，你就坐坐就行了。那大叔在那种水稻。你说大热的天，我们俩出来干啥？你说，哎呀妈呀，可有地方坐了哈，闺娘，挨个坐坐哈。哎，我就穿着还大汗衫的就出来了，也没插个防晒的，可晒死了。你说，哎呀，在家待不住啊，就想出来溜达。挺好哈，打上了还上这边来了，好，就这样坐着吧。哎哎哎，你下来啊，好，你这样坐着，你是不是坐反了？是不是坐反了？这怎么弄的？坐反面来了，这样坐着也行啊。好，那你坐好了，妈妈提提你哈。好，这样坐行啊，行不行？不行的话你就转过来，行不行？就这样说，还把脚放上去。哎呀，好，倒着走哈，坐好了哈。你看没有，回来就得玩水，把衣服都玩湿了，叫回家换衣服都不会给回家换衣服哈。快点回家换换衣服，衣服都湿了。嗯，好，把门关上哈。我都关门了哈，你不回家呀？你快点。来，快点，把门关上哈，加油，使劲儿，使劲儿拽，使劲儿，使劲儿啊，对，哎呀，使劲儿啊，使劲儿拽，哎呀，使劲儿，哎呀妈呀，这不行，还没有劲儿哈，好，哎，好，好进，好进，进进进进进进脚，嗯，好，你看这个嘴就不闲着哈，哎呀妈呀。就害怕他吃饱了不吃饭，你说不行不行，非得吃点东西啊！我得给他炒个面条，等不及了，得吃大面包哈！哎呀，好吃啊！哦哦，我就害怕他吃饱了，你说这非得吃啊！哎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就是有点不太舒服，看那个眼睛不是，嗯，可能有点感冒那个感觉。哎呀哎呀哎呀，这个臭脚丫子，脚臭不臭？啊，妈给炒面条吧，你少吃点面包哈。哦，臭！我老公在地里边刚刚打电话，问要不要蓝莓哈，要不要蓝莓？哈，蓝莓。他爸他接电话，每次给他爸打电话，他得接电话，他接电话，他爸问要不要蓝莓，他就跟着头蓝莓蓝莓。再有几个月吧，就能和他爸说话了，打电话就能和他爸能说点话了。好，妈妈擦，行了，你快喝，别弄着纸，别浪费这纸，行了，你快喝你的，快喝，别用手弄，拿手把拿着喝。嗯，这小孩就是有点发烧，我刚才量了36.8，36.9，肯定啊，多喝水，多喝水，干杯，好，干杯，啊，多喝水哈，坐着喝。用水壶白喝水，我把我的杯子给他了，用杯子喝吧，多喝点水吧。哎呀妈呀，前两天，从前天开始，第二天，哎，别我地方，像你幼儿园第二天就有点哼唧，晚上就哼唧，昨天晚上哼唧最严重的，昨天晚上哭了嘛，哭了3次好像，可能就是身体不太舒服。妈妈再给你倒点吧，来来，妈妈给你倒点，来，这个不要了。真上老火了，你说叫他喝点水吧，洒了的有啊，洒了满地都死呢，地下也有，衣服也死了啊。好，干杯呀！哎呀妈，快喝，大口喝哈，使劲喝水啊！干杯，干杯，喝，使劲喝哈，都喝完哈，你看妈妈快喝完了哈，快喝，干杯，嗯，干杯，你说干杯。现在想说干杯，快喝，喝完了我得擦擦地，那个地叫你撒的乱七八糟的，快，好好，哎呦，撒了，拿平了它，拿正了它，喝了个肚子鼓鼓的，嗯，哎，你看妈妈都喝完了，你看，是不是妈妈喝完了？
哎呀，妈妈都喝完了，没有了，你快喝你的。妈呀，我空调我都没开，我这个汗哗哗的。下午我就寻思把空调关上去，那个什么不开空调了，然后热让出点汗，结果他没出汗，我这个汗是哗哗的流哈。好，快喝哈，大口喝哈。嗯，真棒，好，哎呦，哎，干杯！啊，妈呀，你都给我洒了，那得坐着喝哈，喝完妈妈还给倒哈。哎呀妈呀，洒了这个地，我再擦地吧。啊，干杯，干杯，好，喝，干杯。啊，妈喝完了，哎，就喝完了哈。哎呀妈呀，都喝了哈，真能喝。哎呀，哎，一出来猫看见它就跑，在下边吗？哎呀，你腿疼不疼？小猫在下边吗？啊，在下边啊，小猫。你小猫，你出来。啊，小猫，你出来。哎呦，小猫跑了，跑这儿来了。蹲下，你蹲下，啊，看那，看里边。你找不到。蹲下，啊，看那车底下，这个车底下，黑大强，这个车底下，你蹲下，往那里看，在那里边。哎呀，你这个笨蛋，你是，小猫在这下边，蹲下，好看，看见了，哎呀妈呀，终于看见。小猫在里边啊，它害怕你。你出来，小猫你出来。好了，我们去看看别的地方有没有小猫，走了。哎呦，慢点哈。哎呦我的妈呀。小猫跑哪去了？跑我们家后边去了。傍晚，啊，今天傍晚还挺风凉的呢哈。你看你的小铲子，还有这个怎么丢在这儿了？黑娜枪啊，你看看你的小铲子怎么都刮的，小铲子还有这个怎么都在这儿了？臭垃圾箱啊！こんにちは。哎，黑娜枪，你看大狗，哎呦，大狗，哦，大狗哈，大狗。哎呀，特意领着它出来，在溜达里头，让它活动活动吧。那个手给妈妈。哎，这个时候妈妈领，这个时候妈妈领，哎，和妈妈手拉手一起走，你看出来溜达溜达，活动活动吧。就是孩子发烧，就是从傍晚愿意发烧哈。那地方有一个佛像一类的东西。哎，羊毛过去走，拜拜，好。哎呀，好，拜拜。哎呀，羊毛。